晚媚姑娘，长安刺杀城主一事，你知不知情，已无证可对。但你监管影子不利这一条，也需从姑娘体内取出十只血骨，以儆效尤。取血骨，需使气血逆行，过程十分痛苦。 取他体内血骨，哼！这邢堂主还真是用心啊，一来能解了他对我的威胁，二来也能让他受苦。你说是不是？是。你懂个屁！是。滚！是。 奉城主之命前来取一些东西，不会伤及到婉媚姑娘的性命。什么东西？婉媚姑娘的心头热血。哎呀，字写大了。这是什么？ 这呀，是婉媚写给宁王的求救信。怎么样？你是觉得公子会信，还是会来？他既不会信，也不会来。只不过我已经欺负了他的女人，若是不想方设法让他知道，岂不是太没气了吗？ 你该不会是嫌我浅薄了吧？你高兴就好。你跟我说说吧，婉媚怎么样了？十只血骨已取出，功力大减，而且伤了根本，往后也不能再用血骨了。你这么说，是想告诉我，他对我的威胁已除？ 我用不着再为难他了，是吗？也许是因为每次我看到他，都会想起年轻时候的你。上一次，你已经用这样的话骗我放过长安了。
这一次，我不会再上当了。皇上对我。 还是放不下心。今日上朝，皇上下旨派我去剿江城的叛乱。给多少人马？500人。长安称王，应者云集，现在起码有10000之众吧？不止。更过分的是。 就连这500人马，都是从附近的州、县临时征召来的壮丁，怕是上了战场，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皇上这摆明了让你去送死啊！皇上还说，三国时期，诸葛以2000兵马破了曹操10万大军，他这次给我500人，就是想看看我有没有诸葛之才。 有件事情，我本来不想让你分心，但眼下，倒不如先顾全这一边。这并不是完美的字，可这一定是完美的写。不如我们先回去，想办法救他出来。 既是如此，我们就不必回去了。你派人将这封血书送到江城，这次竟是差罗助了我。 送到军营里来的血书，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不过是诱你上当的圈套罢了。这字虽不是完美的字，但这血必是完美的血，否则我的事情官怎么会有反应？就算是真的，又能怎么样？这里上万人的性命和无数人拼死延续了上百年的希望，皇族的血脉，天下的苍生，都比不过完美的写下的这几个字吗？你不能走，谢欢。 今天你一定不能走。江城这边刚刚有了盛世，如果你要这么走了的话，这祖辈百年的希望将毁于一旦。所以今天，你一定不能走，少主。 不要走，罢了。我坚持了这么久，能用的方法我都用尽了，我累了。
剩下来的难题就交给你一个人吧。对不住了，光复。